即使三二一唱首歌送你哆来咪，青春是我的加速器，再加上你就敢无敌，我全副武装迎接你，神功护体，请别担心。如果你发现我心中的秘密，是意外或惊喜，微笑填满全集，试探我们距离，因为遇见你烦恼被治愈，告白回应都很默契。当靠近你靠近你，贴着你贴着你，一加一等于一，我要一张魔力，那你的名字在我心里会马上有力气。哦，我和你我和你，像苹果和幸运里，让祝福里亲吻大地。心有一些问题，拆盲盒的好奇，每次惊喜都会动心，因为你。哎，回来了。妈啊，咱们家都已经够小了，怎么还摆一个这么大的望远镜啊？哎，别人送过来的呀，说是啊，帮顾荣从那个公园搬回来的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我怎么就没出息了？我就是想跟大师兄看流星雨，就在那个公园，那里有个长长的石阶，如果和大师兄一起坐在上面看流星雨，那可多浪漫。要是有台天文望远镜就好了，那一定看得更清楚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只是突然改了行程想去看流星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男人变得这么奇怪了？明明想陪我去看流星，嘴上还不肯承认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个讨厌的家伙？感冒药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不是，你打扮成这样干嘛呀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急救美容，这样子我才可以漂漂亮亮的去答谢晚宴。你这张脸啊，也只有整容能救救你了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我懒得跟你生气，我才不会让你这样的人破坏我的好心情。不喜欢，我又没问你，大师兄喜欢不就行了？到时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我一出现在那晚会上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我苏静静是韩然的女朋友，到时候搞不明白的那些女人就都会远离大师兄了。这恐怕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吧。你别笑，面膜都吃到嘴里了。
上心。不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，我找皱纹要漂漂亮亮的。韦谢特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要给我弄到韩然出版公司答谢晚宴的邀请函。韩然出版公司答谢晚宴的邀请函？顾总，你这样会不会被董事长他们发现啊？让你做你就做，我是你老板还是你是我老板啊？白总，还好是你，要是何主任我就完了。小顾总要参加出版公司的答谢晚宴，这倒是很稀奇啊。他平时顶多就搞搞雕塑，怎么突然对文学感兴趣了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好了，你去忙吧，邀请卡的事交给我了。顾总那边我不太好交代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刁难你的。好，谢谢白总。嗯。答谢晚宴。你们是不是到的太早了？张总什么时候来？好的，等会儿。你很急吗？对。怎么来了？啊，小谢说你要来，我怕你一个人公开露面会出状况，所以过来陪陪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旅行的事儿你有想法了吗？你之前说过你还想去冰岛，这个时候去冰岛啊最合适了。有时间的话，你先看看呀。走吧。谢谢啊，我最近计划有变，不打算去了。
这位可做不了我的女朋友。啊，那这位是？是我的小师妹，一起长大的，比女朋友更重要，是家人。家人？家人？她当然不可能是韩人的女朋友，因为我正在追求苏小姐。萌发的甜蜜，默默倾听是你的心跳，温柔的呼吸，不知不觉时间静止，对视你眼睛，整个世界为你看什么呀？请你跳舞啊。别闹，我不会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免疫，那也只能你陪我跳了，来吧。穿过头发抹杀偷偷的晶体，我每个细胞里面爱你的声音，我决定一直肯定爱你多么坚定。可以请你跳舞吗？我的荣幸。没关系，今天你是我的女伴，你只需要看着我。白小姐，顾总是认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静静很单纯，我担心她。韩作家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她不只想要做你的妹妹。既然你一开始选择装傻，现在又何必做出很在乎他的样子？你知道一个人充满希望，又被全部打破，是多么残忍吗？白小姐，你对顾总……我今天是不是特别可笑？怎么会呢？你今天的样子简直就是光彩夺目。你也不想想谁给你选的衣服。那有什么用？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刚刚你说的话如果是认真的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对待静静。可如果你是在开玩笑，我希望你马上跟他说清楚，我不想看到静静受到伤害。是吗？可一直伤害苏静静的人是你。对，是我，怪我之前一直没有和他说清楚，可现在我说了。晚了，你一直让苏静静误会，今天还让她当众难堪，这就是你说的不想让她受到伤害啊。我对静静只有亲情，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想法。那这样最好。至于我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只是不想让苏静静受到伤害，而我是不允许她受到伤害。好，希望顾总可以一直记得今天说的话。苏静静马上就要出来了，看见你肯定会很尴尬的。今天晚上我送他回家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
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最讨厌这种场合，吃也吃不饱，喝也喝不足的。你陪我去吃点东西吧。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啊，我不饿，你自己去吃吧。你怎么可能不饿？从早上开始就没怎么吃东西。我真的不想去，我就想一个人走走。那我陪你啊。不要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落魄的样子。哪有那么多废话，你什么丑样子我没见过。前面那个路口右转就到了。好的。刚刚舞会上我态度不好，抱歉啊。没关系，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如果你真的不希望苏小姐受到任何伤害的话，有件事儿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一下。什么事儿？顾荣的爷爷，也就是顾氏集团的顾董事长，心里早就有了孙媳妇的标准和人选。我想苏小姐离这个标准差得有点远。白小姐，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你自己吧？韩先生，谢谢你送我回家，再见。白小姐，嗯，请等一下。你刚刚说的事情，我觉得静静不需要烦恼。现在是顾总在追求静静，他想要什么标准和能要什么标准，是他要考虑的事情。白小姐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韩先生，麻烦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。知道一个人充满希望又被全部打破是多么残忍吗？可一直伤害苏静静的人是你。发现了，得想办法甩掉他们。我想吃烧烤，快走。你不是说吃烧烤致癌吗？怎么
突然想吃烧烤了。主任，咱们去前面堵着他们。走。就这样吧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何主任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又绕回来了。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深水炸弹。错。情人的眼泪。哎呀，你慢点儿。慢点喝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你别光喝，来吃点东西。快快快！就是这个鸡心，一刀两断，烈火烹油。慢点。大师兄，你买了新车，这些玩偶我给你粘上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让他们陪着你；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对着你笑。哎，我就不喝了，喝这个就行。干什么呀？你叫我过来喝的，你拦住我就算了。一个男人婆婆妈妈的干什么？喝。怎么成我叫你喝的了？就一杯啊。这才对，男子汉，大丈夫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啊！行了，别喝了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再走一个。谁跟你走啊？你走哪儿去啊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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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，我今天开心，到此为止了。开心个鬼啊！你开心？我怎么不开心？我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去角质、挑口红，所有能做的我都做了，我怎么就不开心啊？我为了穿这个礼服，一整天都没吃饭，心思……哎，你干嘛呢？大庭广众的，把衣服穿好。我问你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说呀！哎哎哎！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是大师兄的家人。我原来只是他的家人。哎，我不要，我只是开心，我没有在哭，我开心。苏茜茜，怕什么呀？嗯，
还给我。不给，你大师兄肯定没见过你这样。哼，这才是你最真实的样子。好丑啊，删掉。不删，给你大师兄看看。我怎么会这么丑？大师兄不会喜欢这样的我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喝了不喝了，不吃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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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天，哎呦苏姐姐，我走了走了。哎呀苏静静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不许说我重。好好好，你去前面叫车啊。我不坐车，我想吐。那咱们走回去吧。走啊，走！哎，走反了！哎，脚抬起来，扶好我啊！这双鞋不适合你，另一只。哎，这鞋咱不要了，换双新的。当你映入我眼眸，晚风突然变温柔，黄昏日落满天星河，败给你笑容。爱是温柔又执拗，投入其中才会懂，就算途中难免磕碰，我也不退后。眼中人潮在汹涌，唯有你面容可心中，融入你的生活，有爱就不平庸，漫漫长路我来陪同，梦不会落空，我只愿把你给化蝶拥，哪怕一秒钟，怎么这么沉？我要玩那个，我要玩那个。好好好，他就玩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放下。玩玩，小小吧。慢点啊。旁边李叔家的小店还开着，乖乖把它穿上啊。你去坐哪坐哪坐坐坐坐坐坐。起来了起来了。我以前最喜欢玩这个了，那个时候每天放学大师兄都带我来玩跷跷板，我小的时候每天练舞，小朋友们都不喜欢我，只有大师兄带着我玩，每天陪我补课。大师兄，越来越难见到你了，好想回到小时候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苏静静，你给我清醒点，我是顾荣，不是你大师兄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寒然就只把你当妹妹当家人。骗人。骗人。我不是他亲妹妹，我们以后各忙各的，我要不当他女朋友我还能怎么办？
你这搞半天，你这叫个屁的喜欢啊啊！你是小学生吗？你羞我！哎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们回去吧，行不行？那你不会气我？行行行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咱们回家了。啊？那你不许羞我！整得好像你没算计过我似的，我都查过了，那什么热玛吉，我根本用不上。热玛吉。行了，又哭又笑的，以后真不能喝酒。走，回家了。干杯！谁跟你干杯？小点声，扰民了都被你给吵醒了，丢不丢人？小点声，高秋，小点声。行了，回家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喝了。喝酒。小点声，人都睡觉了。走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我肚子没疼。行了，回家了，走。狗狗啊，狗狗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又？啊？我鞋跟没了。静静，不是鞋跟没了，是高跟鞋没了。高跟鞋，我高跟鞋很贵的，我要去找它。哎呀，不找了，再给你买。买。走了啊！静静，回家吧，别家了啊！静静，快点回家去。没事，回去吧，回去了啊！好，对不起，早点休息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行了，别说静静，真是整不动你了，太沉了。哎，行，别喊了。哎呦，哪那么呀？啊，摔到了？不是，哎呦，喝了点酒，喝酒了呀？哎呦，哪能喝那么多的酒的呀？哎呀，这丫头跟她爸爸一样的，一杯倒的。哇，哪弄了？要尿尿。哎呦，妈妈带你去啊。静静，我是妈妈，你晓得吧？啊，你能认得妈妈吧？妈妈，慢一点啊。哎，好嘞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哎呦。都安顿好了，你也快去睡觉吧，啊！哎，晚安，伯母。哎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多盲盒，都是大师兄送给我的，可是我一个隐藏款都抽不到。一个隐藏款都抽不到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一会儿把你爸吵醒了。那个，我给你订新的盲盒吧，行吧？你别哭了啊。哎，这个谢特接电话呀。喂，谢特。喂，顾总。订一批新的盲盒送到武馆，帮艾米扩大经营，也是为了帮武馆招生。确定不是为了哄静静开心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行，那我替艾米谢谢顾总。嗯，就这样。盲盒。苏静静。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！我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想不起来了，小顾啊，阿姨晓得昨天晚上给你添麻烦了哦。哎，没事儿。真是谢谢你哦。没事。哎，你的衬衣啊，阿姨顺手就给你洗了，没关系的哦。嗯，伯母，这也太客气了。不不不，哎呦，你还晓得起来呀？昨天晚上做什么去了？这个口红色号怎么这么严重？妈妈在问你话呀。我喝了点酒。只要有你就好，其他的事都不重要，对别人假装高傲，却只想跟你撒娇。我们俩的心跳，感情的那一滴高，珍藏。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，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。爱得无法自拔，想跟你浪迹天涯，相信我，这是真心话。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，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，总能让人期待有你在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的童话。牵着你心就回到了家，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总是不经意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Oh, I love you， 牵着你心就回到了家，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总是不经意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
一起去憧憬，一路上风景，见证彼此的